为着要让囡仔有一个充实的暑假，福建乡公所是伫图书馆举办传统的手工艺中国节 DIY， 邀请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庆祝同乐，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。小朋友是照着老师的讲解，从这中国节色啊，层来层去。右边的线，请你穿过身体的下方。为着让小朋友有一个充实的暑假，并且将这传统的手工艺传承落去，福建乡公所是举办中国节 DIY 的活动，让亲子做伙来动手做中国节。透过教学，让小朋友了解更了解我们传统的艺术，希望把这个传统艺术呢，能够继续的把它传承下去。头一摆接受中国节，小朋友大拢讲真好耍，不过要把作品拍出来，算不是安尼遐尼啊简单。线一直绕来绕去也很麻烦啊，如果绕错的话要重做很麻烦。每次打结的时候都会打错，都要重新来，所以这个有点困难。培养他们小朋友有耐心啊，就是有毅力，然后完成一个作品，这样会很有成就，很有成就感。在图书馆内底，每一人拢真认真咧学习拍这中国节，未晓所在就互相讨论，也是问老师。或者课程唔呐学习着传统的手工艺，嘛能透过这个课程认识更加侪新朋友。新中华新闻蔡中兴、霍兴采访报道。